Yahoo 搜寻人气大奖2020今日公布得奖结果，组合 MIRROR 成员阿 Jer、柳英婷、Anson Lo、卢康廷同埋唱作男歌手 Michael C 获颁乐坛新勢力奖。阿 Jer 同埋 Anson Lo 喺后台受访嘅时候就话，受到疫情影响，好多工作都被取消，对艺人嚟讲真系面对重大嘅挑战。但是就俾咗多時間我哋去做好我哋嘅音樂咯，所以我哋出嘅作品都係希望可以帶到一啲正能量啊，同埋一啲正面嘅信息俾到大家。踏入2021年 ，Anson Lo 就勉勵大家啦。諗翻可能2020年，可能我哋係會有艱辛嘅日子啦，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捱過咗啦，即係眨下眼其實都已經過咗成年嘅時間，咁所以其實2021年、一定會有更加好嘅事情會發展咯，因為、我哋。懷住信念啊，係啦，只要我哋相信係會有美好嘅事情發生咧，咁就一定會來臨啦。咁所以其實2021年嘅話，都係正能量啦。